我们的澳洲毕业旅行流水账。现在要出发了。没带有什么办法？遗憾，杨洋和 Penny 与我们同在。Welcome. 来大力士，哎，这就是 Melbourne 的 city 了。哇，好久没有见这种高楼了。其实看起来跟奥克兰差不多，对吧？来看我。那第一站是 Victoria Market， 就卖各种商品的集市。我们的第一顿，所以这个集市其实就相当于是像中国的集市一样。你真好看，哇，好多水果，但是呢，这里的 gold kiwi fruit very expensive， 但是这个百香果好漂亮。还有西瓜啥的，我们买了超大的葡萄，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葡萄，这么大，巨大。然后就是一个卖肉的一个室内的集市，回家试一下。就好多好漂亮的海鲜，我就知道你要这个，这个要煮，这个要做。大的袋子，这个要，这个是直接现蒸。还有澳洲的青口，直接吃也可以啊。泥蟹，好大的泥蟹。还有黑虎虾，好便宜啊！这里新西兰要50块。这姐们手上有一个鞋子，还有一个拳击手套，应该是打职业的，能看出来。来喝点小酒，点一个前菜。意面上来了，羊肩肉，还有两份意面，来放一下。新的一天准备开始了，这有人站在一个雕像后前面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。在等你吗？美丽的维多利亚图书馆。一大早买了一只黄帝蟹，然后现在在这里处理。我感觉我们到悉尼可能还会买龙虾吃。哇，这好多糕！蒸蛋又是另外一道菜。好好，谢谢。一打扇贝，一打生蚝，还有印度的炒饭、鸡，还有馕。现在已经开始准备做饭了，然后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多的黄，这一个蟹壳里倒了满满一碗。蟹钳子，蟹腿子。我也想拿一个。你拿。这个是，我这个还有。这是肉。哇哦。这都烤一下吧，我觉得。太大块了，没法炒，锅炒不动。蒸一下呗。这个他们，哇操，这个肉看上去好爽，是的，别给它剥开了，不然一会儿全散。然后我正在剥蟹肉用来炒饭，这个蟹肉是一条一条很粗的那种。好，现在已经差不多准备好，准备开始铺黄油和蒜了，然后还有一堆没吃完的袋子。好，现在是用蟹肉炒面。其实肉眼看着颜色更好看。对，然后烤箱已经烤差不多了，一会儿拿出来。好，现在饭已经炒好了，我们要打开烤箱看一眼了。下面一层是下。第一视角，朋友们，第一视角啊。
但我觉得这个壳我们到时候很难弄掉。没事，想办法呗。今天逛皇家植物园。不停地拍照拍照，好会摆骚动作，拍照铁锅炖大鹅，走到了一个蕨类植物的走廊，我就说怎么感觉到了 New Zealand。 等一下，这是什么奇怪的东西，好可怕，这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，仿佛有两个黑洞在我面前。这根草大概嗑药了。好了，我们马上要离开墨尔本了，然后要前往悉尼。Mac Buck Mac Buck， 熟悉的中央车站。逛达令港。来。这两个多重？一共两公斤多。那确实还可以。哦，又坐船去曼利了，经过歌剧院了，漂亮的 Circular Quay。逛邦迪海滩，在拍照。哦，越南菜结束今天罪恶的一天。今天呢，自驾去 Jarvis Bay， 现在路过一个厕所，然后还挺漂亮的，看看这个远处的海岸线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停好车了，现在已经到这个 Jarvis Bay 了。好，这里呢就是 Jarvis Bay 的最出名的一个沙滩。 Look at me, look at me, look at me now。 好，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。蓝色的玻璃水真的很美。没数了，对，我发现了，现在这个沙子踩一下会像血管一样裂开。海滩上的袋鼠。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营地里，然后有个袋鼠在我们面前。真的很喜欢小动物。
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看到一条鱼。旅程结束，回奥克兰。